欢迎收看周日的东桥 Vlog， 我是包博，我是韦恩。大家怎么发现我们跟上周穿的衣服是一模一样的？对，因为其实刚刚到现在才过大概一个小时，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在六本木的 Capsule 的创作者聚会。其实我们也不知道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，然后出其不意啊，出其不意有没有？哎，又见面又见面，这是陆家跟文当，文当是初次见面，就是跟东桥合作三次，但是却一次都没有见过文的阿阳，大家就说搭这台加长型的礼车了，这是我第一次搭礼车。有没有像？华尔街之狼阿姨，你包有点像包伯跟韦恩是那个一对的感觉。喝了两杯香槟，准备要去新桥吃饭。我们现在要被带到一个不知道是哪一个地方，啊、觉得有点紧张。先往餐厅的路上了，对对对，哎、欸，到不知不觉就到了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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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好屌！我是史上最 gay 白 YouTuber。人生第一次有名字的贴纸，有没有？觉得自己好像大人物那种感觉，对不对？然后家长会而已。噔噔。哦，赞赞。这个游戏我们两个真的会完蛋，因为日文听不懂。但是整个游戏只有我们两个没在玩，而且还没到日文，我们就已经就被刷掉了。好像很高级的感觉。哇 ！God damn！ 哇！不要输给他们，我们也兴奋一点。今天真的很开心，有吃的好，又玩到游戏，然后又有奖品可以拿。而且我们还认识了很多在那个日本的创作者，真的可以交朋友啦。对啊，今天就这样子吧，我是宝博，主人，好，下次见，拜拜。